我们活动正式开始，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。搬家何尝容易啊！黄社长，还有唐真真，好多好多的恩人、神父、修女一起来想，怎么能成？怎么能成？没有钱，没有事，怎么能成搬这个家？去啊！就是创造跟分享更多的爱，我想这一点我首先代表这个城市要感谢大家。那刚刚我们苏主教有提到最近我们有一个合作案，因为我也我们给摄影师一个大